一点。打他！你怎么会闪电？对，我到了，闪电怎么闪电？现在翻得有点辛苦，人当然会随着年纪慢慢大，但是我刚刚看到他，就想当初我看到你一样，你出道也是我在看着你，就是我上瓜哥的那个欢乐之多星，然后开始表演，是，然后后来跳跳跳，然后就一直到现在这样。小瓜也是很厉害，但是我看到他就看到小瓜刚出道的时候，蛮厉害的。你以前在练舞的时候会不会也跟他一样，就身边都是女生？对啊，心情超不好的。今天相见有没有觉得心情好一点？心情好一点就是要来 PK 一下。你不是有个动作吗？折手，折了一次，不是折手啊，他那个脚折的。啊，对，手还有手也可以折。谁折的？手都是漂亮的。脚折的，脚折的。来，折脚。可以吗？一人可以做出来。来，我有一方，我有美吧。来，中间了，中间。
就你一个，你只是脚有心上面了。哦，超柔软的。对。哎，等下突然间有一个人冲出来。从小就有练吗？没有，没有。哇，那筋骨很软哎。想拔就拔了。等一下，我们可以想象你这个用这个姿势洗澡吗？为什么要洗澡啊？还没剪光头啊？还有什么？你可以被装在行李箱吗？你可以吗？不是啊，有点膝盖走路，膝盖走路。一个从这里好不好？这里要比奖金吗？这样好看吗？一个从这里啊，一个从这里。再加油，再加油！等一下，给我拉一条线来，先坐下来。上一吹开始启动，这样也可以比赛。谁先压红线，就1-0。第二个，我再来想挑战什么？我那是要什么压？手压还是膝盖？膝盖，膝盖不能手，手压就结束。膝盖哦，预备。你们两个。先呢，他是左脚先压到的，1-0了，1-0，第二回合是苏小瓜跟他。可是我不会膝盖走，对不对？你们第二回是比较左手。公主同学，请说，你做一个动作，他能过就1-0，他赢。你做一个动作，他能做就打平手。好啊，那你先出题吗？他先吧。好，小瓜先出题。先出题。这是一个音乐吗？没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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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姐，先看，我叫你再放松。姐开始出题。这个目标大概到8×5吧。有有有有。那接下来你出的动作，他如果没有达标，你就1-0。啊，就已经这关是获胜。站起来，站起来。哪一点？哪一点？你要看到，来，请出题。请开始。哪一点？哪一点？来，不用你来，安琪。可以的，那先去蓝色一下。那个在场的时候，他跑过来跟我讲说：“这个我也可以。”就觉得哎，为什么你出来抢镜头？来，别别别跑啊！来，起，不要不要。好，待会把1000块给你。对啊，不要去砍的是他了。看我了，不行不行，因为。放上去的，有啊有啊有，他出题的嘛，但他也达标8×5啊，他也是8×多。啊，有放上去的。对呀，你手啊。对。再来一题。接下来你出题。再来一题，再来一题。啊，完了。你出题，你要填啊，预备，请开始。因为两个刚刚那一题出题。哎呦，你刚刚那个折的，哎呦，折手了，哎呦。
可以哦，他可以哦，九成多，该你出题，如果他达标，他达不了。小花，你不会啊？金小花，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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太累了，本来要比第三关，到2-0。对呀，对，好，恭喜同学获得3000块奖金，到了。既然是阿力冠军，刚刚是我临时出的题目了。你应该玩我们今天的游戏啊！是我们玩什么了？这一看就知道了嘛，就是热舞大风吹嘛。麻烦你过来一下。干嘛？哎，这看到跳舞就热舞大风吹，我们有那么逊吗？不，热舞大跳舞，然后很多人玩，不是热舞大风吹吗？对不对？如果我们游戏让观众这样猜，谁要看我们节目啊？那我玩什么？当然是大风吹热舞。来，你头过来一点。打他。闪不用带大，你再打一次，真的吗？哎，闪其实一点一点就可以，一点都可以过。真的吗？你投过来一下，来投过来啊，你来。目前是1-1啊，目前。为什么啦？冒险如何？哦，开心哦，正一点。重点水量很重要，但你台上的效果一直掉下来也是会扣分的。对啊，你们尽量第一要求停留在台上，第二个动作要花俏，第三个看勇气。嗯，如果呢这个说冠军奖的，另外再加这个最佳效果奖。效除了效果奖还有勇气。武技奖，武技奖，还可以抓筒子。啊，不能去摸筒子。对，不可以抓。像那个同学就不对了。同学，抗拒啦。染色了，怎么感觉？我觉得他在好像养鱼的感觉。好，大名，林玉玲啊，林玉玲，17岁，17岁，你念的是名牌高中，嘿，表演艺术培养，明白了哈。明台高中什么系啊？表演技术科。哦，你们全部都是表演艺术科？对。除了跳舞，还有别的兴趣吗？唱歌。唱歌，全方位。全方位。主持。才剧啊，音乐剧可以试试看。可以试试看。大家对主持不是很肯定，大名是？邱宇珍。邱宇珍。对。七。什么系？一样是表演技术科。都一样。对。在所有里面，你最喜欢是跳舞？跳舞。演戏，演戏还最喜欢跳舞。对，最喜欢跳舞。几年了？跳几年？我从高一才开始，就零基础上来。啊，零基础上来。对，我那才跳一两年而已。对，一两年。最辛苦是在最辛苦的过程。是练舞跟排舞，跟大家就是跳那个整齐动作。最快的时候。最演出得到掌声。演出得到掌声。掌声。大家在一起相处不快乐吗？很快乐。不是设陷阱你啦，其实大家团队，你看年轻人常常聚在一起，最快乐就是大家在一起。当然比赛得到掌声是最重要的嘛，但是你在一起的时候很快乐。你们对不对？拉在一起的时候。我们每次练4小时就是我最快乐的时候。真的。那你看，好好把握在一起的时光哎。加油啦，第一组，来请就位。第一组拉拉队妹妹，记得摔跤也要美美的哦。准备好了，冒险渡河 ，music。还会摆 pose， 有 ending pose， 来，我们等一下来请大家来，来这边两位，自己还满意吗？满意啊，对啊。
摔跤是不是一直把顶好了，有没有？你看他们手都没有去摸摸水桶，完完全没有违规了。来，来，来，在这边测。啊，感觉还剩很多呢，归你了，归你了，归你了。1.85，1.84，1.84，1.84，好，1.84。因为你们是第一组，也很难有做比较了。对了，但是两组的舞技在台上的勇气，我们是给出的大概90分的。90分。因为没有位阶，从台到台上也没有怠惰啊，是也不会上下来等很久。哎，妈妈下来之后赶快上去，对，哎，赶快去挤别人，但是还是被挤下来，对，没有关系。来，谢谢你们第一组，谢谢。接下来这一组叫提牛奶，牛奶，牛奶，等一下。但是我的子弟比较累啊，你有跳吗？对耶，等一下看看啊。真的，你以前有学过吗？有表演过。有表演过？没，从来没有。没什么。但是他的这个竞技还是很不错。那牛奶我们也没看到。啊？那也是啦啦队。你是啦啦队吗？啦啦队。你是啦啦队的。三年前那一次球队已经是结束了吗？那牛奶会流向何方呢？对，这以后就知道了。以后就知道，我们不想猜了。没有时间呢，不用猜了。来，请就位，请就位，就知道了。只提加牛奶这组，画面真的是令人期待啊！啊，千万不要精神怠惰，还要努力哦，因为牛奶听哨音哦，我只是叫音乐，刚刚那种同学跳上去了，是不是？来，两位请到这里来。哦，这组真的很卖力啊！卖力啦，很努力，很努力。我是个人赛，我真的卖力，真的卖力啊！经过第一组的激励之后，他们真的很卖力。是，虽然刚刚牛奶应该跳跳跌倒了，但是他变成在地板动作了，还有衔接了，还有衔接。那我一直看，我看史迪的核心多强，他在摇呼啦圈呢。对呀，对，一直看摇呼啦，我一直看他好像在运球哎，厉害啊！这真的厉害啊！来，这组的技术分超过那组，应该分数会好一些，比那组低一点。那水量好像也比较好哦，比较少哦。1.18，18，领先了，1.19，赢过同学，但是1.84跟1.17就不用比了吧哈。对啊，但技术分也超越前面那组，对啊对啊，相当不错。那目前是很卖力，哇，来谢谢子婷，提牛奶这一组。这一组应该压力很大的哦，啊，这位同学为什么穿粉红色不一样？因为我比较漂亮。你说的对哦，你是同学吗？啊，我是学妹。学妹，学妹，你刚刚有一起跟他们跳群舞吗？你也是名台的吗？对，我是名台的。眼睛是天生这样还是绑头发这样？不是天生，天生的啦。漂亮哎，你头发放下来，眼睛也这样。所以绑起来也这样，绑起来也这样，这个是东方脸啊，其实在外国的动画里面放的凤眼，他们外国人喜欢这样子的眼睛，这个凤眼，甚至有些会贴胶带，嗯，好像是好漂亮，好漂亮，对，而且他这样子好像很适合演古装剧啊，是啊，还学那样，嗯，天上公主。所以这些都是你学姐，对。所以你们是2年级还是3年级？3年级。1年级。2年级。OK。那这位同学也是够帅的。对啊，也够美了啦。对。他应该比较，你会比较喜欢听美吗？我说会比较喜欢，都可以，都可以。记住啊，你看前面已经一组压力都一组，你们要卖力演出。好。学妹如果表现不好就完蛋，这么多学姐。哦，会被定吗？会被定。来，就问。学长加学妹，两位要如何展现自信美呢？
我会笑听音乐，不要听到音乐去跳，要听哨音哦。听哨音哦，来 music。到这里来，好了，好可怜哦。学姐，你为什么一直推他？怎么了？想要没有？你想要一个人 solo？ 抢你的风头是吗？他抢我风头。从头到尾都没在跳，一直推上去。推上去又下来，从头到尾爬上爬下而已。哇，你穿这个衣服还有这个颜色，如果白色不惨。对，被染。但水最少哎。是吗？应该。我刚看那个。他们那个是吧？学长姐一直在上面跳，那不太想要晃水，就基本跳而已。但那水炫得很快。没有。来，我们来称这个。哎，那这个水好像赢了哦，赢了啦，0.8吧。第二名的，1.31啊，1.31啊，1.31啊，还有1.3哦。只敌那个对手，只敌1.1啊，1.19。那同学都没有赢哦。OK， 好。这一组技术分也没有第二组好，但是这一组他这种推挤的效果，倒是我们第一次。没关系，我来请诸位好为他们精神加码。待会了哈，好，你们休息一下，休息一下。待会好好为他们加码。来第四组，来第四组了，是哎呦，上班了，我们来上班了。这也是我们团队的学长姐，学长姐，学姐。本来想看他跟那个学姐 PK， 真的不是不是啊，他们两个哦一起。乙方最近有在进步吗？有，都有在密集的训练。那两个各就各位。西小蛙与疯狂乙方，想要多疯狂就有多疯狂。两位不能让大家失望啊！坐，预备，合作 ，music。这么累啊！我觉得时间过得很快。哎，当初的蓝波老师西小瓜，哎，已经开始真的有超累了。他已经开始在走蓝波老师的后面了。好累哦！对，乙方，你还是跟腿软了，你还是跟以前的乙方是一样一模一样。看起来很壮，看得很开心。谁习惯那动作？蛮多的。1.79，好，胜负一定哦！大家都很辛苦，那么特别请到杀戮开机福德士朱伟、陈建武、陈朱伟、少少爷朱伟，还有委员蔡登基，好不好？叫蔡登，蔡登，来，注意。大家好，哎，我是主任委员陈建福，以后很开心今天哦来参加我们这个活动哦，也很开心综艺大集合来这边哦录这个节目，让我们可以哦推广我们陆丰陆窑开机福德祠，谢谢。老土地公，委员要讲话吗？我来介绍我们那陆丰陆窑开机福德祠的这个历史啊，这陆丰陆窑开机福德祠哦。已经在道光的27年前，已经现在的历史有170几年的。哇！它从嘉庆完了就道光了。对，它从以前就是一颗石头发起拜，现在已经有雕像，然后让这里社区发展的
都非常的让都心中都哦，我连波比呢，大家那是纯爷啊呢，对，有才就才求你第一啊，是是是，青条道光皇帝啊，对，好哎，好，那我们来救灾，救灾，哎呀，求你第一，对，感谢平安，我今晚是救灾了，救灾啊，注意刚刚注意的，注意起来，开始，我来帮我带你处理起来 ，OK OK OK， 好，那我们刚刚。主持人呐，我们就不跟人家争技术奖了，不然都是你们。对对对，请颁发。对，颁奖。恭喜！恭喜！洪水请上前。公主，公主。这一组刚刚。洪水，那你们还勾了一下哈，进来。马志浩去了。是公主上前。那另外一组同学呢？另外一组同学。哇！来来来，膝盖上。来来来，学长姐，学长学姐学姐。好，来，学长姐。壮丽大吉！谢谢主委陈建甫，谢谢委员陈功臣，谢谢，来继续送幸福。陆丰里开基福德祠在陆丰镇上有170年历史，也是相当受当地居民爱戴的老福德祠。欢迎大家有空来向土地公公求平安哦！来进行的吊桥耐力赛啊！要吊哦！先从女生开始。过去的记录是153秒，是台北大池所产生的哦。那个秒数是153秒，嗯，要突破这个记录呢，是奖金呢另外再加3000。哇，记录奖金。女生的冠军呢，我们是也颁，我们颁发5000了。哦，女生冠军5000，再破记录，破记录再加3000。看一下今天的实力，来看一下，看一下。来参赛者，来，好来来来来来，大明，你去哪里？想回家吗？大名是叶文琪。叶文琪是演艺科，对，表演技术科。哇，17岁，十七岁。那平常除了跳舞，还有其他的运动吗？唱，我喜欢唱歌。啊，唱歌哦。喜欢谁的歌？喜欢梁静茹的歌。梁静茹，梁静茹的歌，哇塞，梁静茹，那你算是有一点老灵魂在了。对，梁静茹什么歌？勇气。有。不是啦，分手快乐啦。年纪轻轻的，他不会讲这些吧？对吧？啊，勇气蛮喜欢的。勇气，对。好，大名是杨芳瑜。杨芳，17。对。喜欢唱歌吗？还好。还好。跳舞。喜欢跳舞。国手，国手。也不怎么地。国手。哪一方面的国手？是有受伤国手还是什么？哪一种？有去参加世界啦啦锦标赛。哦。同一个学校的啦啦队，舞蹈啦啦队，舞蹈啦啦队，对，不同学校，不同学校组合成为竞赛出来的选手，哦，各个学校挑选精英的，他们去比了，大概前几名才能列为国手，首者的概念，在哪里比赛？在美国奥兰多。哇，牛奶。牛奶，这个你知道吗？就是牛奶有特别的，快吃死！对，除了跳舞之外，其他还有什么运动吗？我有练泰拳。泰拳，泰拳教练，国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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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来，阿莫，阿莫，阿莫，我是不是讲错了？完蛋，完蛋。我跟阿莫讲哦，他叫我们要鼓励练泰拳。我说那泰拳脚不会踢断吗？他说脚要练才够力啊。嗯，所以我刚刚跟他上了很多课。是，刚刚休息锻炼。对，你现在脚还断了？脚很壮，嗯，壮。你要one elbow clinch， and we have knee， and we have jab。他说你都被这个攻击的时候，对，是很危险，很痛的。这里敲到啊，脚不要啊。是，很重要 clinch。其实是做鸟，做这个弯啊。好，你他说他练泰拳，现在有后腿吗？对，你比个架势啊，泰拳有点。对对，你学到些什么来？泰拳放给我们看。哦。没有，他是光转身这个拳就要练一年哦。对啊，要靠腰，要带腰。哎呦，对，带腰。要腰力的。光这个就要练一年了。真的吗？因为你打拳只是这样而已。你要转到这里哦，差不多，那个泰拳
this situation, this station wrong because 你的错了，Zali，Zali， 你开心不可以，你的说Zali， 因为 elbow danger， very danger， 这个是，没关系，你讲英文没有关系，你要 Zali， 嗯，OK， 没毛，OK， 你讲英文没有关系，身体不要，要，要前面，你讲英文没有关系 ，OK， 可以，示范几个。 好，手要放在那里。不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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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
快啊，他说你慢慢练。啊，来来来，那两位是不是帮我们？是吗？不是啊，一个公平，一个闪啊。Hit you,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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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hit you,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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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you,练拳是好的啊，是运动健身。阿莫是国际级教练的，对啦，是国手，国手。他说我从马上到台北开课，我再去。Thank you. 哦，有打泰拳哦。大名。嗨，我叫蔡新田。蔡新田哦。对。蔡新田。来自中科十中。中科十中。对。是修理十中那种开始。实验高级中学，实验高级中学，现在几年级？高二。高二，但人家是喜欢跳舞、唱歌的。你是？我也是热舞社的。哦，热舞。OK， 好。哎，今天大家都跳舞的哦，感觉好像实力一般哦。没有攀岩，对，没有攀岩啊，就跆拳道啊，还是怎么样？这我觉得不会破秒，破纪录。应该有点难度，我们再往后看看。我叫林思雨。林思雨，现在念？明台高中。明台高中，演艺科的。表演技术，表演技术。对，看来平常没什么运动哈。你几号？五号哈。好，记得。那你表演的熊，你上次就大概三四个中间都掉了，中间短啊？没有，熊你还好，中间啊，一般。你们看到他比赛几次，大概都对，但是因为之前人家比赛的时候，可能有掺杂一些，比如说健身教练啦，啊，在跆拳道，对对对，他今年不一样。今天的话，大家都差不多。名次应该往前挤了，应该可以。我叫黄小珍。黄小珍，声音那么小。黄小珍。小珍啊，小珍啊，小珍啊，小珍啊。17岁。16岁。16岁。表演艺术科。年轻的。跳舞的。我叫周真宇。周真宇，请问一下哦，你们的妆都已经学会化了吗？对，都有在上课吧？我们上课有。对，很重要，对不对？对，蛮会化妆。对呀，对呀，很厉害，很厉害哦。我在他那个年纪的时候都不太会啊。因为你不是专业学校啊，专业学校不练先练化妆。嗯，像他们也是一样，有化妆课吧？他们不是国小，他们在小时候比赛就自己化。有，我国小小二就开始化妆，就很烟熏妆那种。小国小二年级，国小二年级的，就是他会打两拳那种很黑的那种。烟熏妆这样，熊猫就是。啊，很沙啦，因为他挑的挑高要很，对啦，那个眼线要有嘛，对对对，睫毛超长的那种，啊，就有时候扎的已经看不到对面了，对，都羽毛的，看不到对面，这样子，所以学化妆很重要，对不对，同学？对，时尚的品味很重要，对不对？对。这样好，那八位，我们今天冠军5000块，冠军5000，超过153。再加3800，是是是，男性各就各位。那前两名有超过一个破纪录呢？啊，也给3000哦，一样给3000。只要有人破纪录，是纪录的奖金嘛。OK OK OK， 来，有三个破纪录，三个都要给。哇，有8个破纪录，8个都要。哇塞，撑住撑住啊！你还在说？撑住撑住，请就位。8位同学与艺人要来挑战吊桥耐力赛，来自台中舞蹈啦啦队的同学们有机会打破大集合纪录，拿到瓜哥的加码奖金吗？现在各位看到的人，艺人坐在前面就是他选择的，最后呢冠军呢，2000块啊，2000块啊，
2000块 ，OK OK。给你们选好了，对不对？对，都选好了。好，每一个号码都有人选呢。选好了。这种结局我是最不愿意看到，因为你们是分散风险的，来不及了。来拉高。撑住，撑住啊！加油，加油！来，我们的这个钢铁跨时代已经向上升高了。八位选手今天看起来实力一般，实力相当，每一位都是舞蹈见长。这位同学已经睡着了。好，我们看到四号同学眼睛闭起来，非常专心哦。30秒。好，第一个，五号同学第二个，专心哦。专心，抓住，抓住啊！50秒了。哇，这个。50秒了。哇，大家都撑很久了。不错哦，不错哦。这同学在睡哦。待会要掉啊，你们一起掉。七号，你下来没关系，七号。正在抖了。七号有点，不是他有一点撑不住，他受伤，小心啊！好，加油！笑两个了。笑两个了，可以上3次了。加油！剩下四位，剩下四位，七号掉了。加油加油！七号掉了。先想，好，二号有点受不了，二号有点受不了，撑住，153秒，撑住，再多3000块钱，好棒哦，你好棒哦，好棒哦，你难得押宝，押宝押到出头天了，太夸张了啦，哇，你是大帅咖。他为什么这样子要下来？你要挑战那个？有 hold 住，是，但是也差不多精力没有掉了，麻掉了，麻掉了，跟我们预测差不多嘛，大家名次都蛮接近的啦，他有往前推，对，没错，是第三名，你看，你看，对啊，怎么每次回才第三名？第三名，已经有进步啦，我觉得你的预测会进步。那个这位同学，你不是睡着，我蛮看好你的。你是真的睡着吗？没有了，他在冥想，他在冥想，不要被干扰。那一旦冥想，你就觉得哎，这个蛮有把握的。对啊。但是后来冥想到，边冥想边抖。对对对对对。好，第一个先掉下来是谁啊？五号是五号，你怎么了？没有运动的，没有在运动。妹妹，我在运动的。妹妹平常真的很少运动啊，手没有抓力哦。对啊，他要上次之前我还一直跟我抱歉。没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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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家都很卖力了。对啦，那我觉得像熊你刚刚是因为看到别人掉，他才多撑那10秒的。对，多撑一点啦。他那个呢？意志力撑一下。他那个是最后什么？因为有人掉之后，他觉得他都要多撑，他是因为别人掉，他多撑那个10秒。对啊。对，不然早掉了。对对对，如果没人掉，你会吹几年？打进去。如果没人掉，我可能可以撑更久。是吗？我都有影响啊，我觉得会被影响哎。那个第一名的没有挑战，但是已经有5000块了。对啊，二号也很可惜啊。数的，他得第二名啊，他得第二名了，很厉害啦，也撑了100多秒了，一百，所以你157秒多难啊，还要再撑接近1分钟的时间呢。是是是，那我们来颁奖，来请来诸位，好，我们福泽市的副组长，小心，来，因为他软垫比较厚，很软，哇，很软，很软，很软嘛。来注意注意，哇！你引导呢？我不注意，心卡大概菜一样精壮。哎，今天感谢我们东中医大结合哈，胡瓜啊，这个全国知名的啊主持人哈，啊感谢来我们啊陆聊陆风胡德慈啊赞助哈，啊也感谢所有啊观众这么多啊，真的非常热闹，也感谢啊。谢谢，谢谢啦，谢谢。后来花花特意请出力的，好，对，开餐厅。
你是福彦国际创意美食馆啊，在哪里啊？清水。清水。清水那个休息站很有名，对不对？对啊。但是你是开在清水市。起哭。街上。什么餐？餐厅婚宴餐馆。哦，婚宴的哦。大概那边结婚的办在你的餐厅的哦。哦，一丢下呢，哦，那不容易呢。喂。啊。还用心吗？哦，用心啊，用心。来来，请颁5000块。来，同学，来。你就过来这边搬，你要过来这边搬，因为你右脸比较好看。哎，他是右脸的，右脸的。他已经站了10分钟，这样搬才对。好，谢谢。请收起来哈，请拍照，谢谢。来，行好，好来，行好，好，我给你扶，干爹，这个软垫好难站，超软，我们赶快下来。接下来进行男生版的钢铁英雄，男生版钢铁英雄也是要预测，要对战，这个预测会比较男生3000块了啊。好，预测最后的是3000块，对，那个他已经刚刚展现实力了嘛。对他很厉害，最重要的是语言很难沟通，就不用问了。You are so good, you're number one. 我试试看。You try see 哈。试试看呐，试试看。林柏宏。林柏宏，什么学校？我是中科十中的。好，中科十中。滨江运动之篮球队。篮球队。两个对决了，来，请选择。他那个手包这样是已经破皮了吗？刚刚练习的时候。有破皮吗？对。哦，这有影响了，会影响。来，请选择。你们两个来先一步。关心同学。好，OK。好，大家选择一样哇！不用后站了，就站这边，这边就好。来，请。4、3、2、1。阿翔。OK， 已经选择好了吗？好了。我最后是被推回来，但没有关系，因为我有点犹豫不决。为什么？因为我在想他的身形比较轻巧，应该有占优势。可是他的实力大家都知道很猛，所以我有点犹豫。那最后被推过来，那也就推过来了，没关系，我听从天意。不用讲，因为我就是刚刚已经获了2000块了。别要讲那么多废话，干什么？应该是我给新人多表现。相信我。真的吗？你为什么跟他一起体验过了？你早上有跟他一起训练？对，有训练过，所以我知道他的实力在哪。可你知道有些人会演吗？他知道实力。哎呦，应该不会，因为我们现在都会压奖金，所以有些人练习的时候都不会。你看你讲那么废话，你为什么站那边？我为什么在这边？因为就刚刚翔哥讲的嘛，我们以往的冠军都非常的轻巧，然后以往的肌肉男，哎，都好像没有发挥。你刚刚讲他怎么演是什么？对啊，你自己讲的话要稍微这个，不要把想一下，你想一下，没有后路了。没关系，我们就选好了啦。来，西小光，你也很少讲了。啊，小光，不是因为我觉得他还是比较壮，刚刚他手受伤了，刚那个中佑已经有一个提示说他受伤就会不会那么快。这个反而是不是一个啊？那盲点，还是我现在换一下。我之前有破过，是蛮痛的。但他如果忍得住，也是厉害。我们也是输得心服口服。好，应该没什么影响吧？没有，对，没有。你们先说这个，对阿莫是一种侮辱。阿信，对，你们啊，手破皮还输他。你们讲什么？他听得懂。语言，加油！来，就位，预备。好，比赛开始了。我们阿莫对上篮球队友，阿莫速度非常的快，篮球队友同学的节奏被打乱了。阿莫会拿得到吗？西班牙语，阿莫是什么意思吗？阿莫，巴拉旺，阿莫，不是，阿莫是我爱你的意思。我爱你，你说西班牙文吗？对，阿莫，西班牙 love， 爱你，爱你，爱你，爱你。
大家都很爱你哦。我们就还好了。OK， kiss， 谢谢 ，your wife。来，谢谢大家，来往后边。谢谢二同学。你们预测的就失败了，哈哈哈。就成都你奖金有2000块了。三月4号来，徐淑燕。来，三月4号。你好，大名是穆斯林修言，修言是什么意思？李修言，李修言，他的名字啦。啊，李修言不是那个济公师傅吗？没有，我是师公，不是啊，济公也叫修言，是吗？对不对？我是改名的啊，你改的，我人家青灰，人家都叫我灯灰啊。哦，他讲修言，我就哎呦，这不是济公的念什么？济公的名呢？哦，你改名了？我自己改，你自己改？那你知道他那个？那你头会痛吗？不会痛，不会，还好。还是你平常也在庙里面工作吗？还是怎么样？有，我都有认字的。哦，被你加单啊？被你加单啊？哦，啊你头白工啊？啊你有运动不？有啊，我拢拍球啊。拍球啊？拍球啊？咚咚，弄出来。哎，等等，那这个不要忽视他的年纪哦，他应该蛮厉害的。大名是？易少，陈易少，做什么工作？吊车工作，吊车，所以你是操作吊车，对，操作需要精神集中，对，所以你靠什么提神？多喝水，喝水比较多，真的吗？没有什么大力吗？没有，也没有，没有，槟榔比较多。我跟你讲，但是要注意口腔会沾，对，不要太习惯，真的口腔会沾，就张不开哦。来，请预测，这怎么选？来，往前，你们两位往前一步。谢谢。你为什么懒得换位吗？没有，因为他平常有在噔噔的，然后他就是在开车，所以我觉得姜还是老的辣。哎呦，好，你呢？我也觉得姜还是老的辣，就是他都有在用力。噔噔。我以后先访问他好了。他永远就跟着人家轰。对。他很认真啊，但是他这个他体力很好啊，对，表现得很好。是，你选择他，我觉得这是陷阱题啊。啊，请说。制作单位会让大哥进来跟年轻人比赛的话，一定有他的原因在，也是测试过嘛。对，不然根本就一定有他的实力啊，不然又被骂了，对啊，又一定会被骂。他笑成这样，一定是故意把厉害的跟年轻的摆在一起，要么很强，一定很厉害，效果。OK， 好，来，我们这边有想法嘛？我们就是吃年纪派的，看起来比较年。年轻力壮，你也是看年轻啊？啊，你连他都没有睡觉，我是看他长相啊。都没有睡觉还学 ？OK， 来，各就各位。一位，好，我们看大哥这位年轻人，大哥的速度不错哦，年轻人领先了。其实，在中间一半就在创了大，我们终于有新菜出来了。你没应用吗？看别人这根没应用吗？我来救一下，救不到，我看那个阿姨，我来看，我退到了。你心内险强势啊！哎呀，因为本来是落后嘛，哎，我们那个易少是领先嘛。对，但是为什么最后一里路他没有走完？那怎么了？知道什么原因？花掉了。哎呀，对，最后获胜是你们哈。剩下四位喽，预测奖金的四位喽，剩四位啊！哎，你请用笔，来，用笔，大哥，用笔，这样子。来，接下来五号电话，好，来，这个看起来，这很快。杨子峰现在是中科十中的中科十篮球队，对，篮球队，那他就不用多问了。这个高手啊，他一定要一定站那边那是啦，这个没有，不要这样，格有那个猴王的味道哎，所以你这么选，你不用透露，因为你们还有四个，来，请选择，来，子婷已经选好了，三，蓝蓝都只会跟着郭宗佑走，蓝蓝也只会跟着郭宗佑，你没人选。全部，我们看没人选，全部都选夏汉军，真的假的？全压一个，真的。汉军哥今天没睡饱哦。夏汉军，我今天我跟孔哥讲，我今天只有睡3个小时，所以我心跳超快。当然我知道夏汉军是非常敬业，他每次比赛都是非常认真，我很认真的，大家非常喜欢他。谢谢。对，希望以后还有机会看。讲得好感伤哦，因为他
即将去加拿大，对，就一去就不回了。是啊，就是可能回来也要好几年。回来就是度假啦。对对对对对。但是还是欢迎陈宏伟。好好好，好。那已经选好了。对啊。那对于没人选你有什么看法？比他们难看，就要给他们好看吧。啊，你如果赢了，对我来讲是比较好看的。来，请就位。好。来，手离开。手离开啊，先准备。目前看起来逆光的，对，好像没有输哎。可是那边还是会赢啊。那就还赢啊，一号也赢啊。对啊，对啊，就三号也赢，现在都赢，现在都单数在赢不是吗？对啊，现在都一三在赢啊。加油，汉军！预备，加油！我跟你讲哦，汉军厉害是他一个非常成熟，他是思想各方面心态，所以心态也非常成熟。是，但他体能一直在维持年轻人，这个是非常恐怖的。对啊，他年轻人有体力，可是他没有思想，就是思想范围没那么广，所以他常常会输在经验上面。啊，恭喜同学，不好意思啦，恭喜四位都过关了。四位都厉害啊，七号、八号初赛的最后两位，七号、八号。哦，那你徐伟成，徐伟成，哦，这关就难次预测喽，篮球队啊，对，哎，周伯成，周伯成，伯成，这个好像什么职业的啊？好，攀岩教练，攀岩教练，好，讲出来了，你居然讲出来了，来，好了，请选择攀岩教练，哇，子平还没选啊，哎呦，子平，他各不，他为什么站这边？他想挑战个人讲话啊。因为他很少讲话。好，个人讲话，请说，为什么挑战？因为我觉得跟上面的差不多，反向思考。跟上面是谁？就是那个上面那个位大哥。对，大哥不能叫他伯伯啊，大哥啊，你请第一件，你敢讲三讲三句就先错一句了。哎，欧巴刚是吧？所以你觉得思考上他因为会过？对，而且你看他的厚度，他比较厚一点。但是你不认识攀岩吗？攀岩呢？OK， 来攀岩嘛，来攀岩，还有什么？我觉得就你们三个不用选啊，非常熟的熟面孔，对啊，来给各位，加油加油！哇，你们预测三个站在八号，只有子提是猜在七号，预备，好，比赛开始了。我们来看攀岩教练，确实速度非常的快，一步又一步的往前，他还要等人家，太过分了。怎么会这样？他出门没有抓到节奏，那个滑掉了，又滑掉。Tempo 上也输很多了。对，他的节奏一开始就很流畅。没关系，我不怕你，他总会碰到夏汉军嘛。一定会碰到。来，谢谢你这组。好，剩下三位预测的。还三位，一个一个淘汰人。哇，好，三个呢，谁预测到最后是三千块？三千块吗？因为这个难预测嘛。对啊。接下来进入第二轮哦。好，难的。我们来看一下，一三六八要打三号。一三。哇，阿莫跟阿妹。阿莫，你是一要怎么站啊？先站那边。反正一三你们还是要继续预测的啊。要啊。来，请预测。还有三场比赛。四三二一。那个修元先生，无人徛你家喽。厉害，加油喽！好，是哦。对对对对，尽量啦。来，请就位。好，恭喜两位晋级复赛，大家都要加油！胜利最后会是谁呢？这个还不见得阿莫会赢呢。是吗？因为阿莫加油！大哥加油，大哥！你知道对人家侮辱是？怎样？对人家的侮辱，那个力量是很大的。所以大哥也给俩公哦，俩公俩公，大哥俩公不好，不用努力了。喂，阿莫加油！开始了，大哥出来了。我跟你讲啊，我
先赞美他优点，修元先生他是不管对方怎么，他节奏很好。对，但是最后真的是没办法，差那一点点。哎，我倒觉得你这次节奏比你第一场还要好，还要快，下车吧。你有领先他呢。对啊，我就最后一个抓不到。对啊，但是你忽略阿莫打比赛的时候要打几回合？对，所以他耐力，他体力是有的，但是他的速度他要保留，他一定是越打越凶嘛，前面要保留体力，你打到几回合 ten。你们 boxing 的时候要那个 how many rounds？ 啊 ，he different. If professional, he need maybe three rounds. Have some boxing and Tai Chi different. If Muay Thai, three rounds, 3 minutes. 3 hours. 三回合，三分钟。对，那你看他第一回合要保留，到最后回合一起急攻，所以一刚开始都不会全力出击，跟跑马拉松一开始不配速的话，你到后面就惨爆掉。所以你要把这个评估进去。是，谢谢大哥。大哥加油！大哥查球了，就不差。接下来最难的要淘汰你们。六号、八号，这最难选的了。来，剩三位，恭喜了，请选择。你都不支持自己的好朋友，因为我觉得他体力应该不行了。来，两浪两前站，剩两个了嘛？对，我们是乐天，对，乐天组合。哦，差不多。八号绝对攀岩教练绝对还可以撑一下，看起来很轻松。汉军完了，这是第二浪了嘛？应该不行。可是你们一开始对蛮看好夏汉军的。那是因为他的对手就是比较年轻，没有经验。哦。但这次攀岩教练他是非常有经验。可是刚刚看速度，他也没有比夏汉军快啊。他很快啊，他很快。不过我说实话，他被人家讲的快，应该不是很爽。不会，他非常非常的轻盈。我跟他比起来，我真的是费力多了。我看人觉得啊，你不要讲这些话啦，你辛苦了。但是因为他刚刚最后在那边等。我看的其实不是很开心。对对，弄他，所以弄他，对对，弄回来。如果你速度快，会等他吗？你等他。我试试看，搞不好他又在那里等我了。来，过去各位。健身硬汉对上攀岩教练，到底谁等谁还不知道呢？这是关键的一役哦，对冠军赛来讲，我们就过了，加油！对，国中的过了，你过了，你们过也过了，对啊，看谁挤进冠军赛。这个等于是冠军赛了，也算是另类的啦。哎，为什么青竹飞那么低？青竹飞那么低，怎么了吗？来，当观众。耶！加油！加油！如果撞到青竹。如果撞到蜻蜓，那是天灾啊！哈，对不对？真的来了，不要吵你们了。不要被影响。比赛开始了，夏汉军卯足全力，攀岩教练。下一组要争气一点，不然这组就等于冠军赛啦。很接近，他领先，而且他要拿到，你最后松掉了，是不是？为什么？我的框被丢啊！你逆光啊！可是他们跟前面选手都赢了，他刚刚差一点点，差一点点，非常接近。你后来速度加快，一开始慢的。我本来想要慢慢就是照着节奏，不要发现他超快了。哦，后来加快，对，就加用粗一点。来，现在勇龙了，对对对。但是常常被抓起，就是被对手吓到了。哇，好，哇，这得起比赛啊！安军很棒了啊！你要我们？我没有让我尽力了，我尽力了。对，他也是尽力了，尽力了。他是对你的尊重，对你的尊重，对你的赞美，我有让了。刚刚说你成熟，你又变小孩子了。对对对对对，来，谢谢。来，已经大家看好你冠军了，所以下面也不用预测了嘛。过了。来，一号跟八号的话，现在剩下两位乐天女孩。哦，所有的人，他们已经上好。刚刚那一关过，可是你别忘了，他没有停比赛哦，他没有停止比赛哦。他是攀岩，对啊，他很常攀岩，他停了就掉下去。我们不能再聊，聊下对他是不利的，对他不利的。董事长可以多聊一点啊。没有，我讲一瓜哥现在这种情况，就是赶快让他们比赛就好了。不会了。Are you okay? Yes. Okay. You can do it. Yeah. 阿莫，加油！各就各位，拿出你的速度。攀
岩教练与拳王的冠亚军争霸赛，胜负对决马上揭晓。冠军赛一八，加油！一八八哎，哇，对啊，头跟尾啊，一个属老鼠，一个属猪的哦。因为加油，到边冲，慢一点，慢一点。好，阿木的起步，阿木的起步慢掉了啦。好，阿木的起步，阿木的起步慢掉了。完全没有保留啊！对呀，像高铁一样啊！对，哇 ，so fast， 太厉害了，厉害厉害！但他比拳更没有你厉害。Very good， 呀呀呀，他是属于全身的配速。对对，你也很厉害啦，我们继续看，继续看。OK， 那你第二名，那你第一名。哇，你很厉害，速度会越来越快，对不对？嗯，热了嘛，热开了，暖身过了。OK， 好，那你就是奖金5000块。哎，啊，第二名的，哎，我们可以颁个2000吧。对啊，通常都有一二名有都有，后面又加3000，刚好10000。哦，刚好刚好，因为预测奖金嘛。对，来，我们请到副主委蔡金壮。好，谢谢大家。副主委，来来来，班长。好，来，李定啊，班长，白里长。哎，那先要讲话，李长嘛，来来，李长。大家好，我是鹿翁里的李长哦。啊，我们感谢中医大基友来我们鹿翁里哦，带一对葛相亲哦，谢谢大家。谢谢李长。谢谢谢谢，还要别播枪哦。感谢感谢感谢，不如讲节目，节目非常棒。好好好，精彩了哈。哎对，啊那么多人。哎，观赏，都很高兴，是，非常棒。既然高兴，我们就来颁奖了。对对对，谢谢。再见嘛，谢谢谢谢。哦，注意啊，你传啊，你就叫我，你叫我。哦，我叫赛克啦。赛克，拍谁啦？我好感谢你叫我。哎呦，哎呦，这包啊啊啊！啊，哦，你那一包来的，每户包啦。我们给你换换了，这里什么？我们有汇兑啦，我们可以换啊。对，代表要换什么对？不是，帮装红包了，对成红包，10000嘛哈，来，我们会计小姐，你出来了，OK， 马上汇兑，好，我们没有扣手续费哦，1、2、3、4，来先颁5000块，5000块，恭喜恭喜，是第二名的2000块。阿莫阿莫来，阿莫来，来来来来来，李长李长李长，好来，谢谢。接下来留给你，颁给我们漂亮小姐，好不好？对，这个你有你的3000块钱，对对，来来，请颁奖。谢谢谢谢啊，谢谢副主委。预测奖金啊，预测奖金啊，两位能不能？到这里，社会社会，社会社会，谢谢阿雄哎。蔡副主委，谢谢。立定，谢谢海尼哈，谢谢。多的多的，来啊。好的，最后我们就中右挑战他。中右，真的假的？立定翻写。下 gay 啊，来来。中右，这里是。哎呦呦你挑战他赢了，我这3000另外加2000，我的5000给你。哦哟，以往都是别人来挑战我，现在变我挑战别人了。故事不都是这样吗？是是是是，你看那个武，那个霹雳布袋戏就好了。对，出来的武功高强，演到第8集他就被追杀了。对，毕竟我也8年了，一代换一代啦。对，是。那接受这个事实，你赢没那么多，因为你现在热开了。好，好不好？你赢就2000哦。好，我们留1000块给里长坐车回去。啊，你到家？你到底家了？那规条拢有你住啊？我别给别嘴下等你啊，去请水嘛。啊，行行行，请各就各位。好，来冠军赛，好加油。中右对上大魔王，这么高强度的 PK 真是太紧张刺激啦！观众观众，3000哦，来哦，看奖金有没有兴奋？当然了，当然当然，你就不用想了啊，直接吊打了啊，不是，直接把他干趴掉了，预备，好，预备。整整一格，差一格，
但是郭松佑还是所有观众心目中的 number one 啊，还是很快，毕竟人家是攀岩嘛。对呀，松佑，很棒啊，越来越成熟了。那不好意思，这个我就先啊，兔年先回去了，兔年兔回去了，兔回去。啊，那个你就刚刚在等于冷静嘛，你就来颁奖，你就刚刚刚加码一下，谢谢，谢谢白兔年白兔长，谢谢你。谢谢李长，谢谢李长。哎，谢谢我们的副主任，蔡副主任嘛。对，谢谢你也给人家钱哦。啊，基金好利哈，谢谢。哎，感谢感谢。那打个结的话，谢谢副主委。来，继续送幸福。接下来，大吉哥要带着观众朋友前往台中沙鹿的秘境。听说这里只有当地人才知道，晚上骑车来还可以眺望台中美丽的夜景。今天我们先替大家来探探秘境，下次大家有空也可以来一探究竟哦。看不到啊！阿翔啊，来了，不是你吗？瓜哥叫我们先上来，走走走，白鹿人，你稍微等我。跟你讲哦，山上有个秘境啊，哇，很少人知道。今天来到这边是大学的夜游冒险之地啊。有多久没和三五好友一起骑着机车出游了呢？还记得当初你在的或在你的那个人是谁吗？走吧，再一次勇敢的去追风。再快一点，再快，再快。一般都想喝嘞，你毕业两杯子没摇到，丢开我！想喝嘞，你毕业两杯子没摇到，丢开我！哎呦，哎，前面很浪漫哦，哎呦，抱紧一点呐，敢呐，你帮抱紧一点啊！应该不会吧？真的吗？那我再问你，你的理想型是什么？我的理想型就。就外表啊，先说外表。外表，外表，外啊啊啊啊！八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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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八哥。那你觉得我们合不合理？没有刺青，什么？没有刺青。哦，所以是刺青的关系吗？那我对我比较。那好。那如果我今天没有刺青呢？没有刺青，你要问的这么的。对啊，问 detail 一点。问的这么的凶狠，对不对？脑筋急转弯。好，来来来，你可不可以？我蛮聪明的 ，OK 的。要劝的。来来来来来。什么痘最丑？什么痘最丑？对，全部的痘都可以。什么痘？绿豆。是。红豆。你是什么豆要的？哈哈哈哈哈！那关什么豆？黑豆。为什么？我多买。好，谢谢。哎，那你知道为什么母鸡会发抖吗？我养母鸡多。五六七八，不要 ，We are go to go，We are go to go，We are go go go，We are go，We are We are go to go，We are go to go，I ready for you，We are We are go to go，We are go to go。旁边不好意思，这边好像很公布啊，对不起，对不起，对不起，我们不要告了。哦，对不起，对不起。漂亮漂亮的凤梨田呢，千万不要摔下去。地坑巴巴的嘞哈！哇！哇塞，这个音乐不得了！哇！谢谢瓜哥。
鼻度骑到那个那个山脚的，几乎要好可怕，我好害怕它哦。哇，台中沙鹿竟然有这样的路线，可以骑车畅游美丽秘境。大吉哥也很难得能安排这样不同的行程，让瓜哥骑车出体验，带着大家去找回年轻热血的感觉。虽然瓜哥今天骑车的身手让大家捏把冷汗，但瓜哥有空还是可以多练练车，说不定下次在路上大家就有机会能跟瓜哥骑车巧遇，也说不定喽。就在瓜哥被三镇出局的同时，众人也抵达了清水平原。好，这个到目的地了。来，我们介绍一下，看看四个烟囱没有？有啊，五个，五个，四只啊。另外一只，那个就是台中发电厂。哦，发电厂吗？发电厂。哦，这里风景好。不知道啊，我以为是那个焚烧，焚化炉了。对啊，焚化炉。再一个，这它的左边是乌漆了。哦，乌漆渔港很有名的。对，烟囱过去是乌漆的。啊，那个奥内在那里，奥内。对对，乌漆，乌漆在前面一点就是龙井。哦，啊，龙井在过去就那个。所以有一首歌写的嘛，龙井青山。那是龙井青山。那应该是龙井。那是龙井青山。什么？对啊。OK。在前面的就 OK， 没听过没？什么？没听过哦，你应该还年轻。正前面方呢就是台中港了啊，台中最重要最重要的。所以这个 view 请问看一下有没有？非常漂亮，来给自己掌声鼓一下。原来人家说的秘境就是这样子。对对对对，值得哎，其实还真的很值得。久违的热血机车之旅就在辽阔的清水平原美景中画下句点。难得可以让一群人骑着车畅游台中秘境，大家是不是也开始期待下一场冒险了呢？这样淋着风骑车真的很舒爽，下次你也可以约好友一起来台中骑车轻旅游哦。在秘境旁边有高速公路，这个我们很难得会站在桥上可以这样看啊，真的，没有画面过。那个车来来往往，这边是往北，这边是往南。接下来我们做节目就是就地取材啊，我觉得现在应该要淘汰你们，剩下一组。淘汰我们干嘛？不是，我们要赚奖金啊！赚奖金嘛。最后一组获胜的呢，有3000块奖金。真的假的？速度要快。好，各位。怎么玩？怎么玩？我们看有三个车道，对不对？对对对。我们称右边车道叫一，中间叫二，左边叫三。好，很简单哦，你们自己两个人为一队。要有共同的共识。我猜测看谁先冲出来。我们站好之后，对，选3号到2号到1号道，一起来倒数。好了，预备，10、9、8，等到一的时候回头一看，哪个车冲出来？获胜就获胜。看哪个车道，车道车冲出来。接下来10秒，请选择10、9、8，你们选好了哈，来向后转，站好站好，你是3号车道，如果你独得内线道，如果你独得的话就是3000块，你们得到还要继续拼三组，你们还是三组对不对？外线道 ，OK， 好，我们现在呢向后转，我们就来倒数10了，要不要？好 ，OK， 好 ，OK， 好，好紧张哦，准备好了吗？动作向后转，10、9、8。内线道，内线道，中间呐，内线道，中间呐，裁判说中间一零的时候，裁判对零的时候是中线道，中间呐，中间呐，等一下，等一下，我检查一下，检查零，提出挑战的嘛，你们毋庸置疑，你们是淘汰的，所以你们不要吵，还好。是黑色，那白色的反光，中间冲出来真的是白色。我们倒带之后看来，恭喜来，请到这边来。我们晋级了，恭喜恭喜恭喜！好，最后一次选呢？最后一次选呢？第二轮，第二轮。那你们最好不要站同一线吧？对啊，你们三组嘛。三内线，三那一啊，来好，谢谢谢谢大家。啊，已经选好了，最后一定有一组获得3000块了哈。眼力大挑战哦。10、9、8、7、6、5、4、3、2、1，中
边动作，左边车出来，恭喜夏汉军从你获胜。哎呀，大鼓喊太慢了啦！先买这个，我也不知道车会怎么来。哎，我帮你好，来，我们颁奖给你3000块奖金。幸运3000块，你们。预测高速公路汽车过隧道游戏结束后，马上就是要帮乡亲谋福利的时间啦。今天在现场体验高速公路，在猜测那个车嘛？对啊，对啊。所以我们也铺了一条高速公路。哇，这个应该是快速道路。快速道路吗？你想工作人员从那边叠过来，要花多少精神跟几天？哇，要听这个巧拼哦。你看我们的节目制作单位厉害，就因为地形地物啊，可以编出这种东西来，嗯，是了不起的。真的，这要克服它的地形不稳，我们这个地形，对，你每次比赛都不一样，今天是上坡又下坡的，嗯，所以要很靠耐力。啊，这个要玩什么？就是汽车快飞过山洞，汽车快飞，汽车快飞，我跟你讲哦，就是一个人看到黄线，红线，红线是起点，红线是起跑点，起跑点，第一个黄线，来，奶奶，嘿，好，两个就够了。你必须是要跳过去的啊，然后再钻过去一个拱着啊，又要跳又要钻，好钻。你先来第三个，看那个一方，我看跳的话啊，对，第二个你要必须拱起来哦，拱，这是拱起来耶，一跪一拱，好恐怖，好恐怖。而且我已经站了一天，筋有点紧。好厉害！哎呦，厉害嘞！阿莫教我怎么拉筋哈。啊，真的吗？所以呢，一叠一叠，那你会七个人，六个人过了怎么办？懒懒赶快去补那个底下。最后一个，第一个要往后补。一个叠一个，一个叠一个，一直到那个起跑者到那边秒数点。好，同学懂吗？哈。因为这一组呢是算大家团队赛啊，哎，对，有多少人啊？7个人，7个人哦。那我们要给5000。好好好，5000。来，同学请出个。好，来，同学，你们好。来，你大名。狮子云。狮子云啊，他要把纸撕开了，狮子云。没有啦，狮子金比较有嘛。狮子金，狮子金是他姐姐啊。好好好。你是妙方，对，妙方做什么工作？做盖铁皮屋，盖铁皮屋啊！盖铁皮屋啊！我们今天休息室就是铁皮屋啊，对啊，能这样不热？当然是秋天了，夏天不是很热？夏天很热，很热，只是要看要不要盖隔热的。哦，而且加今天休息室是有吗？对，今天休息室是有的。啊，对啊，你看如果夏天真的跟蒸笼一样的，对啊，辛苦啊！来，大名，梁子涵，梁子涵，子涵，啊，你也是，嗯，中科时中，中科时中，大名，我是郭宗耀。啊，郭宗耀，你是郭宗耀，对，不要开玩笑，真的真的，吓一跳，一模一样的名字吗？还是哪有？就中间字不一样而已。哦，中是中，对，中就是个中，太酷了。中是宗教的宗，哦，宗教的宗，宗耀，你不是一样吗？我是宗教仁爱的宗，宗教仁爱的宗，我忠心耿耿的宗啊。上一档戏是这个宗，没错。哦，哎呦，真凑巧啊。怎么样？这位叫张家伟。我是古喜元，古喜元，古喜元，喜元，古哎，古小兔的古吗？古代的古吗？对，哦，还有一种是古山谷的谷啊。那我是古代的古，古代的古，对，这个姓氏蛮特别的啊，还是有，但少见。祖籍在哪里啊？在通宵啊，通宵，通宵，通宵，海鲜通宵啊，苗栗。对对对对，通宵的海鲜的嘛，是是是是，还没错。古桥，哎，大名李佳颖，李佳颖，哎，怎么像女生名字？佳颖，佳颖，对，我妈妈想生女生啊，真的吗？对对对，很难得，有人都是心想生男生，你生女生，对对，佳玲哎，佳颖，佳颖，台湾铅球冠军是李佳颖，哦，是啊，那是我姐姐，那是我姐姐，你乱讲，真的假的？假的。哎，大名是杨欣颖，杨欣颖。也是中科的，好，7个人谁要跑？谁是主跳主跑？谁你要跳？你要要能跳要能钻哦。OK， 狮子精啊，那对他来讲不是很辛苦吗？你是趴着的还是拱着的？都有机会哦，趴着你趴好就好了。这个几率是趴着一直趴的吗？对对对对。哦，好，对，我要趴要拱要趴要拱。但是他趴着，而且但是他不要还要往后跑，要补位要补位。那还好吧，拱要体力。真的哦，还是你改拱的好不好？不要不要不要，不要，那会害到别人的。来，这一组请就位。好，就位哦。7位观众挑战汽车快飞过山洞，一位挑战者搭配6位观众，需要用拱桥方式前进，抵达终点秒数最短者获胜。
准备哦，听声音哦，听声音哦，来瓜瓜哥，瓜哥，瓜哥，声音，瓜哥声音，瓜哥请来啊，瓜哥，是啊，哎，不是啦，哎，那个膜拜的时间还没到，对啊，你怎么在那边拜呢？不是我在拉筋啊，拉筋，我们比，你拉筋可不可以把哨子留给我们？好，没有人，比赛要开始了，不用去上了，没有人了，哎呀，你们为什么不自己带哨子？没有人在录影的时候在那边自己拉筋的啦，哎，这个拉筋很有用哎，拉背部啊，啊，预备，来，我们要跟他跑，我跟他跑。你看你不跟的话，你看腿都会没力啊。不如果平常不训练呢，跑得也踢腿啊。对啊，你最后有点腿软吗？有一点。那马上就跑到最后一场啊，能卡丢筋啊，已经那个不是自己，脚都不是自己的了，都不是自己的。哎，几秒？哎，描述很快，26秒，这组都很标准啊，还不错，还不错。我们很标准哦。他第一次玩也不晓得26是快还是慢。对，那一没有，接下来跟艺人挑战。嗯，艺人我不用多介绍，他们自己分配了。好，那艺人主持就位。好嘞。艺人组派出懒懒、熊妮、芷提、郑南中、西小花、郭书婷，跑者派出牛奶，究竟艺人组的成绩会如何呢？速度和配速也配得很好啊！对哦，我们刚刚就说拍过，我们马上跑一过来。你们后面，哎，完全展现了大家的通力合作、团队精神，搭桥铺路的很快。对对对，跳的也很快，跑的累。其实他们在这个搭桥铺路的也很累啊，要补位啊。刚刚第一组可以感觉到，那搭桥还搭来不及跑，但到后面那个跑的人速度赶不上搭桥。对对，但是这一组也是到最后腿有点软，腿软啊，但是他有练泰拳啊，还有好一点体力。不错，来，应该低过26秒吧？我才猜应该是21秒，是吗？28，真的？慢了吗？哦，我觉得我蛮快了哎，后面这一段，真的，每一段机会，对，哎呀，差一点点，没关系，两组都很精彩，来，为自己鼓一下，特别请到陆丰社区理事长萧旭翔，哎，欢迎理事长。常务监事哈，诶，纪晓岚，纪勇，还有一位啊，六六啊，那我来，我有名牌吗？没有，没有啊，那 Apple 陆丰夜市的 Apple， 啊，六六六，而且而且，那谁先跟理事长行动位啊？来，理事长，由我们常务监事啊，常务监事，然后他说他代表，很感谢的啊，诶，各位乡亲，大家好，新欢迎啊，新欢迎，但这终于。大姐有胡瓜大哥，阿妹妈说帅点哦，阿大家进来乡亲哦，嗯，加水人为着要看你一面，还就还蛮热情。阿姐呢过来，阿有闲哦来咱台中山啦，哦，同条落风开机好地主家来参拜，嗯，哦，落风不是出地位了，落风，落风出人才，人才哦，出人才，定了不是我，阿毛牙齿啊，哟，哎，对对对，过来牙齿啊，哦，你睇到牙齿就加嘛，加嘛，加！哦，台中海鲜最大，今天的陆丰夜市，我们台中海鲜最大的陆丰夜市，欢迎大家来逛我们的夜市。每天都有吗？营业日是每周5跟6。哦，没有，太好了，太棒他不能每天啊，也包了，不是在意哦。也不够量，在意。
傍晚五点开始，五点到11点，十一点，好，请欢迎大家来啊，来，我们该颁奖了，好，来，恭喜同学组。其实也不用那么多，也不知道怎么分配大家。来来来来来，阿伯，这边我抽3000，好了，3000啊，这边2000 ，Apple 再提2000 ，Apple 好嘞哈，颁奖，来张同学，来同学们，来艺术队，来艺术队来颁奖，学生们同学往前带领一下哈，谢谢，请说，你们说。谢谢，很高兴呢来到这个我们今天的沙鹿开机福德室，也谢谢大家好协助我们成功的录影，谢谢，更感谢全国观众们对我们节目的支持，别忘了每个礼拜天晚上8点锁住《民视》，收看我们的《祝你大吉》。